背虎作伥。从前有一只饥饿的老虎在山路上寻找猎物，刚巧有一个人经过，老虎猛扑过去，张口咬死了那个人。只见那个人的灵魂化成了一道白光，也许是太害怕的缘故，这道白光不停地颤抖。老虎心想，假如我控制了这只伥鬼，让他为我服务，不是很好吗？于是他就对伥鬼说，小鬼，你要为我找一个生人，要不然你就不得超生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我马上去办。于是伥鬼就走在老虎的前面，四处找寻人类，给老虎当作食物。伥鬼忘了他原来也是人，反而帮助杀害他的老虎来残杀自己的同类，这就是成语"为虎作伥"的由来。